他俩亲上得了。觉得他好玩吗？觉得蛮好玩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中眼神就出现了。就今天中眼神的时候差点闹出人命。哇，刺激了，能不能换句台词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带他走，你要怎样？不可能。哇，这人还真的好拽。你忘了十五年前谁在这里带你出道了吗？嗯，那怎样？你忘了张总教你讲义气吗？啊？你这样对得起张总的在天之灵吗？你没有搞错，我早就不和张总混了，现在我是戴哥的人。旁边那个演员也微笑了。他是你二嫂，一号撞三大弟。要怎样？我告诉你，还记得十年前吗？你在路边卖羊肉串，是我找的人找的你厂子哎，你个傻鸡啊！你是拜郭二哥长大的，嗯，你既然这样不讲义气，今天郭二哥再傻，我就要替张总替天行道，爷爷了。不要这样子讲话。怎样？我今天就要教着你怎么做人。啊！这哥们太给，拿刀来。阿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不要伤害自己啊！你闭嘴了、啊！怎么跟你二嫂说话呢？阿明，你真的不要伤害自己啊！闭嘴啊！你真的好烦的，我在救你。你怎么和我二嫂说话呀、啊？告诉你哦，你站着看，刀拿来。真的想玩吗？我怕你玩不起、啊。我奉陪到底啊。刚才打哪里？哪里脆弱打哪里。有什么好说的？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我希望你以后好好对她。我们还是兄弟。来吧，将外面的兄弟散掉。衣服还给你。把衣服拿回家。走啊，碰你去干洗。
到桌了。哎，那好，去哪里吧？还没找好是吗？